叫那个 Doxy， 然后我们就可以上船去 Isam Palace。跟我走吧。我们现在完成了 check in， 然后现在就在这儿。我们先去吃早饭，然后，今天赶了一路，终于赶上。腿长0.3米。我刚才 upgrade 了我的这个 conference， 然后变成了又有海狮，又有海牛，然后还有照片的，然后大小姐姐就一路帮我来搞这个，然后 schedule 就变成这样很忙碌的，就是12:45，因为它中间还可以跟那个 Stingray 和 Shark 游泳。我们刚才去把 Locker 存了，然后我们现在在我 sign up 了所有的，升级了我的 VIP 变成了 VVIP， 所以我今天下午也会变得特别忙。我1点要去跟那个魔鬼鱼和鲨鱼游泳，然后1:45有一个15分附送的海牛的互动，然后3点是还继续海牛，然后3:30是跟海豚重头戏，现在下午就是3:30。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它其实还有别的项目，它可以3:00带着去 downtown 的 Isam Palace， 现在它自己的 resort Isam Palace 嘛，就是这个 Dolphin Discovery。然后现在人超级多，就11点之后突然来了好多好多人。然后这有个小铺，但是这没有沙滩，所以你也不能到处去逛。然后我们打算一会儿12:30一开山就是吃饭。然后先跟我在这看看，我们现在在这个另外一端，然后这边有好多这样的草房子可以
让你休息，然后在这睡个觉啊什么的一个阴凉。但是比较烦的地方就是跟学校图书馆似的，直接地儿都背这些就可以了，其实是有碍观瞻，然后他们还不用，是智能机的。不过我们还有一会儿就要去吃饭了，实在不行可以去 VIP 浪子里面休息。这儿有好多这种黑色的鸟，然后趴在这个像椰子树一样的东西上面。这个鸟好像叫什么 Ascenta 还是什么？对，然后刚才他们还一直在那个泳池里喝水，那挺好玩的，就很生态，除了特别挤以外，别的都挺好的。好了，啊，没叫我，我去。行。How to say cheers in Spanish? Salud. Salud. Okay.Gracias. Arriba. Arriba. She can do the video. Oh, okay. It's in video. Okay. Right. Arriba. Arriba. Abajo. Abajo. Al centro. Al centro. Cuchi, cuchi. Cuchi, cuchi. Para dentro. Para dentro. Eso. Chulo para el pucho. Gracias. My pleasure. Hey, tía, ¿qué vas a querer? Deja que voy a ver tequila. Y luego...味道很特别，然后还进行了一个仪式。我刚还要了一杯冰加可乐的，就感觉大家都来这儿休息啊，然后度假啊，然后 open bar。现在吃午饭，然后我的脑袋告诉我，他刚才已经感受到了那杯那个 tequila 的力量。我早上喝了 sangria， 然后冰加可乐的，然后还有一杯 tequila。我觉得再去喝不是个好代币 ，open bar， 真的。然后这有 ceviche， 我们现在吃午饭吧，中午有点紧张，因为我们得赶紧过去。ceviche， 然后三文鱼，然后还写了几个。因为我们要下去吃那个在snorkeling， 所以吃完饭赶紧走了。今天下午的第一项活动是去那个池子里游 stingray。还有珊瑚沙，所以我们要在这儿先把 life jacket 拿开。哎呦。是拿上 life jacket， 接下来第一个活动是在这旧了的魔鬼世界里兴奋，有一个 snorkel 在这儿潜泳，然后那边你能看到很多那个海豚。我们今天就不能带相机去照陆海豚的这个过程。约等于零，但是也是有。叫 Smile 2:30，就是 Royal Swim VIP， 我升级了嘛。然后2:30的时候，我先再去喂那个海牛，然后3:00的时候跟海豹一起玩，然后3:30的时候就是那个海豚了。然后先感谢一下摄影师，牺牲了他自己的时间，会帮我录一点点。但 Dolphin 他跟我一起，所以就录不上了。你们到时候就看照片吧，不好意思。个人喂海牛，转翻，被海牛包围，妈呀！我
突然想起来，我他妈刚刚也喂了海牛，然后我现在在吃鸡腿，我忘了洗手。啊！我现在在，我感觉我 kiss 了一只海牛。But they never come out of the water. It's cool that we can touch them though. They have really tough skin. Oh shit, why am I speaking English? 他在喂海牛，他跟饲养员一起在喂海牛。饲养员有一筐菜，还有几颗。然后海牛你可以喂它，然后它有的时候会就是吃的时候会吃到你的手，你可以摸到它的舌头，非常的萌。然后它的皮很糙，它吃白菜，里面的小鱼也吃白菜。而且每个海牛它只要就是它游过来的时候会带着一群鱼游在它周围，吃它身上的分泌物或是皮或者什么的。饲养员，哦，饲养员也在喂它。哦 ，VIP 专享待遇。我觉得海牛真的是极其佛系的生物。塔苏。海狮 splash， 那 VIP 就是不一样哈 ，personal sea lion 是吗？破处了。
哦，有两个女朋友的海狮，还害羞，呵，真是表演变态。我们现在结束了，然后要走了。今天就很幸运，那个有一个叫 Sandra 的小姐姐，应该是负责 VIP 服务。她把我跟她说我要升级我的套餐，然后她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顺利点，所以我就得以有幸一个人跟那个海牛还有海狮，然后一起玩了半天。然后还有那个海豚，哇，超酷的！那个海豚你可以，你趴那，然后它就顶着你的脚，然后把你站起来。然后我们还跟它。亲亲抱抱举高高那是肯定的，然后还扶着他游了一段，就整个都特别特别有爱。然后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其实好建议大家来跟这些动物 interact 一下。这里面的海豚，它们都一般都是出生在就是这种保育中心，或者是父母是被救济，就是从海里 rescue。别人看见我同伴会说细语，他都不会认识。
下我们在这儿烤的价格。我们烤了 OW 和 LW， 一共花了750刀，因为加了夜钱，所以多花了15刀的夜钱吧，就剩到 church。然后我们还做了11，1500块钱，所以一共又多加了25，所以总共下来就是750，然后765，加上可能790吧，然后整个都下来。你可以带自己的设备，但是他那什么都有，除了11要多加钱。对，我们教的都是基本的那种 survival 技能。好，我们现在下了船了，然后坎昆之旅基本上就作为终结了。就是好舍不得，因为感觉整个坎昆之旅就像海洋动物 encounter 一样，我们一直不停的在跟各种各样的海洋动物有接触和相互的互动。我们其实是来考证的嘛，我们用了4天时间考了 OW 和 AOW， 我就跟你们介绍一下，简述一下。我们这真的很漂亮，都很好。整个坎昆，希望我很快能把它剪出来。但是，谢谢大家观看，然后有机会欢迎你来坎昆玩。坎昆真的有好多好玩的，不仅限于夜生活。我这次基本上一次 club 都没去，今天晚上也不打算去，明天一早就要起飞了。谢谢大家，然后谢谢摄影师刘佳文小姐姐。好了。